公子，公子这是何必呢？只不过是想请二位赴宴而已。若公子见了客人，必然欢喜。 崔公子到了，公子真是娇宠美人呐！ 今日欢宴一堂，韩某何其有幸！崔公子，这位是大都督遣来的使节。久闻崔公子风采过人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见过公子，崔家军现有数万人已在并州城外。 任凭公子差遣，韩公留客不让我出城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告诉领军，让他们尽管杀进来，好让大家都见识我们崔家军的厉害。<笑>崔公子误会了，城外风餐露宿，哪里有像我府中这般安逸的？韩某只不过。 是想留崔公子在府中多住几日罢了。<笑>崔公子且宽心，大都督若是知晓崔公子在并州做客，定会让韩公派人好生护送公子入京。西长京是何等繁华之地，崔公子定会乐不思蜀。啊，等等。 我代大都督邀崔公子入京，崔公子如此目中无人，是看不起我们大都督吗？息怒，息怒！崔公子爱美人，不过少年心性。我可是大都督的使节，是同大都督出巡，你这般傲慢，是想谋反？<笑>